回到车内，人家充电了。你还有电是吗？对。那这件衣服把我掏出来。我还有50多的。还有里面还有票呢，等会儿给冰泉还有票的票。在最底座。哎，还行。起码让我试的是这个非铺装路面的感受。你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。我们接着走。什么长白山没有什么越野路线吗？应该有的吧。有那种极限越野路线，全程都是泥地，现车的那种，必须得几台车一起。走了，这个景区相当的小，瞬间出来了，秒出。对，然后旁边下着雨，门票70一个人，还一百八的70。你实话实讲，千万别来，千万别来，感觉是扔钱了。这么多钱点个小鸡炖蘑菇还不香吗？巨龙冰泉，希望这个给我们好印象。你嘿嘿啥呀？嘿嘿，差不多行了，就看一眼就完事了呀。简介：冰水泉，气势宏伟，资源丰富，景色壮丽，长白山腹地，火山喷发形成的一个冰水泉。感觉一走到这里跟刚才差不多，这边一个路口进去，这边一个路口出来，绕一圈。我感觉就是刚才上面的那个的下游可能有一个水坑。因为毕竟刚才那个母亲泉和越走越像，我好像穿越了。好像还是在刚才那个景点。对啊，我好像穿越了。感觉一模一样的呀。一号三四再来一次嘛。还是再绕一圈，没事，我们就当出来爬山了，不要想着它是景区。这边的设计是真简单哦，无脑设计，绕一圈就走。你看，差不多这边也有浮石林，你看。是的呀，只不过这边只是还没有形成，但是石土质是一样的。你看这里的景区。这里有一个水流流下去，就叫树下泉，感觉好应付呀。然后这就是冰水泉了吗？对啊，这个是长白山下第一泉。啊，这是白涌泉，这个比刚才那个多少还好看点。这个还是参考一下。起码还有这样一层一层的。看到没有？啊，这就这。还没有牌子。不过也还行，还算神奇。那水起码不是山上流下来的，是真的是从底下出来的。我们走近看一下。从底下出来的。这边已经开始上山了，上山我们就回去了。总共下来5分钟。差不多，你走得快的话，5分钟就差不多了。对啊，就5分钟嘛。就感觉这个景区结束了。哎，这里是可以喝茶的。长白山，天然矿泉水。看，唯一好的就是，它确实是从山里面流出来的水。它路给直接喝。对。它给你接了个管道，你喝。那我喝一口。哇，好凉。可以，跟矿泉水是一个味儿。咋样？咋没啥味道？不就是矿泉水的味道吗？啊，就是冰的矿泉水，好冰。天下第一泉，就这个还算好看一点。它是长白山下第一泉，不知道。要说他天下之
啊，长白山下第一泉。又挨喷了是吧？结束了呀，我们的景区。哦，长白山。确实是泉出来的。可能山下面有一个地下河吧。喝了呀。那茶具要钱的吗？没人呢。还有西瓜的。在这里可以泡泡茶，还有桃子。哦，还有西瓜，几天西瓜？这是要钱的还是不要钱的？人呢？死吧死了，死不死？死了不死？啊，在这坐一坐吧。没人，咱也不敢动啊。好了，我们溜了一圈回来了，刚好下雨了。蜜蜂都在门口，赶紧。哇，好多，都撞脸。为啥你们那个车那么多呢？没了，我不知道呀。樱桃还没有。可能是因为你俩的感情太甜蜜了。你这土味情话。来，下下下下下下，自己下自己下自己下。你以前最喜欢自己跑的，你现在不敢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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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！你看你这爪子太疼了。哎，别放弃了，等等等等吧，前面还有一大堆。哎，哼，激动吧？是不是特别激动？嗯？嗯？蘑菇，这是啥呀？吃个啥？咱们就吃点蘑菇吧。土鸡跟蘑菇面了，东北大酸菜，对，对吧？你要不要吃明太鱼？明太鱼也行。那家伙不吃鱼。东北大拉皮儿，拉皮儿他这没有啊，就是。嗯。就要一个那什么吧，蘑菇那啥菜，或者是还是要鱼。都行，明太鱼现在有没？我问问啊。啊。我不知道。到饭点了，吃午饭。吃饭了。来。啥也没有啊。吃饭。还有沙发的我。坐好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午饭。豆皮儿，辣白菜，烧土豆，葱，蘸酱，这个是鲨鱼来着，多春鱼，还有这个白菜炖粉条，就是你不会放弃那种。哎呀，你又咋了？当然我吸进去了，吸进去了，辣椒吸进去了呀，啊，一嗓子一大，嗯，豆皮，嗯，哎呀，我们吃完饭。刚睡了一觉，这会儿我们打算起床溜溜狗，一会儿去泡温泉。孩子，走了，我们去泡温泉。走了。这个体重真。我录着啊，你自己报的啊。你们可坏了，一点都不用。这包包还挺好用的。这个包包到底是哪来的？我看看。嗯，刚才录音的时候感觉又被蚊子，又被蜜蜂叮了一下。那不是蜜蜂，是蚊子。妈呀，他一直在那边爬爬，我怎么看？在这边吃，你看，是吧？你就说你的，你现在就多一个，哦、多一个胳膊肘嘛。这蚊子有点疼，不是蚊子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但是不咬，是吗？不咬是吗？
皇冠假日。长白山巨龙火山温泉，就是那个牌子的那个吗？嗯。长白山巨龙火山温泉。这边有的。这边有一个老板，这边吃也没啥区别。我的泳衣对我没有一件是友好的。也不贵嘛。我看泳裤。这真的是要多抽一点。大妈款。真的是大妈款，我穿这个得了。哪个我能穿呢？你能穿的。嗯。这是多大的？这个应该就能穿，这个好像不肥吗？这也是五个叉的是吧？八个叉了，八个叉有点肥了吧？好了，我们的温泉结束。幺九八。感觉来洗了个澡。只坑有钱人。真的是网上那句话，只坑有钱人。198过来洗个澡。哎，月亮出来了，还挺漂亮的。多出汗了，就是水分一蒸发，没有了。还上去看吗？上应该从那边上吧。要上去看吗？还是直接回，回家吃？还？啊？我还以为在这里。没，他在酒店二楼嘛。酒店那边嘛。那咱们回去让老板给烤个饭呀啥的，看有啥要烤的啥呗。那走吧。好了，我们开车回来了。有个这车还是挺方便的，方便我们出行去周边的一些景点玩。好嘞，到达。开车小一点，把樱桃抱走。樱桃，过来。走，来来来来，樱桃。我去抓梁。来吧，蛋黄、冻干、狗粮。小仙压根儿不要我了，捡了一个。别人家的粮就是香啊，捡了一个。像贾哥说的，我们应该互换，你知道吗？别人家的饭香，让奥斯卡来吃，惊喜了吗？循环着吃。去吃你的肉去，你在这干啥？吃肉去。9:18，我们要去吃晚餐了。今天的晚餐比较晚，是吧，贝？是吧，樱桃？呵呵，不知道今天晚上吃啥。泡完温泉回来，去泡温泉的时候是几点来着？忘记了，反正没吃晚饭。回来让老板做到现在，刚做好，9点多了。这是宵夜，还没上是吧？那就在这边看吃了。啊，跟那屋。